好 Angela， 今天也带上石宇绮罗的祝福，度过元气满满的一天吧。嘿，啊，今天的阳光真不错，正适合出外景呢。怎么样，要和我一起出门吗？准备好出门了吗？为穿搭烦恼的话，可以参考石宇绮罗的时尚指南哦。绮罗的打气时间，3、2、1，加油！如何？准备好继续前进了吗？哎呀，忙了一天，吃点好东西犒劳一下自己吧。哎，黑糖也一起来一份怎么样？晚上是偶像的演出时间，虽然想这么说，但我的出场费可是很高的哦。趁大家都回去了，练习一下发声技巧。喂，你也还没睡吗？这么晚了还不去休息吗？熬夜可不是好习惯啊，都会反馈在脸上的。石宇绮罗的温馨提示，休息时间到了，闭上眼睛，来首音乐放松一下吧。